110学年度会考英文科试题解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阅读，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讲阅读咯，开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阅读部分第32题。首先同学看到了这一个是图书馆，DARAYYAEPS Library， 它是在哪里呢？其实同学你不一定知道，但是这个题目的文章只要告诉你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一定不是一个很普遍大家都知道的图书馆，要不然这就不算是一般要让你阅读理解的题目了。同学老师希望给你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看一下这个文章到底在说明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图书馆，它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图书馆。同学们请开始安静的阅读这一个文章，开始。好，同学大概看完了这篇文章之后呢，应该会有一些问号，因为这真的不是一般的图书馆。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关键字，例如 bomb, secret, underground library, secret underground library, 神秘的地下图书馆。而且他们提到了War, 战争 Killed, 杀 Are killed, 就是被屠杀被杀了。所以基本上同学你大概知道了，有一些像 dangerous 这些字， bomb 这些字，可能同学会联想到这是一个在战争期间地底下的图书馆。同学可以联想到吗？战争底下的图书馆，它要如何能够保有这些书？在战争中，可能有人受伤，有人死亡，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所以这个图书馆它的特别之处，应该就是保存了下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一个战争之中呢，
如何能够保存下来？我们来看32题。Below are the ideas that are talked about in the reading. A. The progress Daria has. B. How Daria's library was started. C. What makes Daria's library special?D. How Daria's library helps people there. In what order does the writer put his ideas in the reading? 同学简单的讲，这边有四个选项 A、B、C、D。他需要同学们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把这一个时间的顺序 order， 这边是顺序一二三四。先发生，然后发生，最后发生的顺序找出来。同学，你会发现 A、B、C 这个选项就会出现了 A、B、C， 所以我们要先确定哪一个是先发生的。我们来先看看它的说明。再一次说明的是它的中文翻译：以下是文章中谈及的论点 ：A. 存在着达拉雅的问题。B. 达拉雅图书馆如何开始的 ？C. 达拉雅图书馆特别的原因 ？D. 达拉雅图书馆如何帮助当地的人们？文章中的作者论点到底先后顺序为什么？简单的说，我们来看他的解释。文章的第一段提及到达拉雅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不同之处，让达拉雅图书馆特别的原因，所以。排序一为 C， 消去法，你就会发现到其他是不符合的。第二段先提到了房子被炸毁，人们被杀，以及孩子无法学习等问题，所以我们要选 A。接下来谈到了阿马德为了要帮助达拉雅区的孩子们学习，图书馆开始创立，排序三为 B。第三段引用当地图书馆使用者的话，描述如何帮助当地的人们选书，所以我们顺序为 C A B 书。同学们不要忘记如何来增加自己的英文阅读，我们可以选择几个步骤，让同学们能够更清楚到关于刚才文章中达拉雅图书馆有什么特别之处。老师给同学建议是，在你开始学习英文阅读之前，你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准备。这是老师给同学们的建议，可以给同学做个参考。第一个，确定自己的阅读程度；第二个，选择符合自己英文程度的阅读书籍，不要选择非常艰涩或太过困难，甚至简单到不行的题目，这是没办法做改进的。有一些会标示生字、水平，都是不错的。第三点，选择英文书籍的类型，找到符合自己兴趣以及理解能力的英文读本。第四个，从图书馆或线上书局找到阅读的材料。同学，你可以试着从图书馆借学校的文章或者是书籍相关的材料改变你的阅读，或者可以从 Amazon 或者 Help.com 网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阅读。另外 C 的部分，第五个，每天播出时间来阅读英文。英文阅读能力要更进步，是靠长时间的付出与练习。若能下定决心，每天在安静的地方利用一点时间，不断的阅读所选的题本，你对于英文理解一定会有增加的。最后一个，勤做笔记跟加深学习效果。同学们，阅读是没有捷径的，多看多读多理解，对于你的会考阅读一定有帮助的。今天的讲解希望对同学有帮助，拜拜。